一般都认为人有自由意愿，这是错的。一般也都认为许多事之所以能成就，是因为自己的构想和付出。这种错误的想法是基于人认为自己才是为者 doer 和我执观念。实际上，只有来自神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，其他的都软弱无力。若要明心见性，身体的勇武是没有用的，只有培育众生都是一体性的情怀，才能体悟自信 Atma 意识。今天整个世界深陷于混乱和冲突中，就是因为这种众生一体的情怀已经没有了。人们拼命去追求世俗的舒适，却不抽出一点点功夫去冥想神。要是他能抽出一点时间去沉思神，那他能享受到的快乐不知道要多少。